下再开始。红队是荣获足红队地当的。主播台上都有一点瞠目结舌，而且这个速度太快，我好像他们还没有换呼吸，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耶。全明星运动会史上最强的拔河队就此诞生。看他整个 hold 住，他完全顶住，他完全真的是顶住，他把鞋子的皮都钉在地上。这鞋子很贵吗？我房费都快交不出来了。目前呢，黄队的体重是617公斤，红队是623公斤，总重呢，红队是多了6公斤哦，其实差距并不大。是，而在先前的比赛啊，黄队拉赢蓝队只花了13秒跟16秒，而红队拉赢蓝队是6秒以及11秒，没有什么完全稳赢这件事情。好，把自己准备好，困难准备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很强没错，但是没有完全稳赢这件事情。好，不能松，不会，做好困难的准备。好。我喊你跟着喊，我问你都可以的。好，哎哎哎哎哎哎！张嘉怡，加！张嘉怡，加！张嘉怡，加！准备好，1分钟、2分钟，跟他们战到底，有没有听到？有，听到，有，听到，有，有。我刚刚看就是我们在喊那个。下的回来那个太高了，就是下，然后你就太小，不要，往后跑，往后跑，我的下是下下下下，所以没有下的那一个点就是 hold， 所以如果是觉得力量是动不了的时候，就定点交大指，对，交大指，就像鞋钉一样，对。盯下去，找到攀援，我们再下。好，他们只要一个力量上来，你们就会很好。好，所以我们那个力量不要给他们。好。坚定哦，坚定哦。3战2胜制的比赛，第一局的比赛即将开始。八起，双方就举拳动作准备，脚踩出去。太多了吧！拉拉拉，来，脚踩出去，好了，进 ，hold 住了，脚踩啊，专心的裁判啊，他一开始就站反了，下比赛开始，红队是荣获足红队地当的。我们在主播台上都有一点瞠目结舌，而且。这个速度太快了，训了自己掩耳啊！我好像他们还没有换呼吸，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耶。结束了，必须要好好称赞一下陈俊龙教练，龙哥，你真的把这群选手训练得跟职业拔河选手没两样啊！脚定住，脚定住，选手注意站立，女神，专心。3战2胜制，目前红队1-0领先，现在要杀进到第二局，双方换边，很好。在看完了第一局之后，相信观众的心里应该也有个谱了。是，来出去，脚出去，准备的动作。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教练说的，他们跟职业选手肯定是真的。比赛开始，红队第一组进攻，进攻来，下11秒也是由红队获胜，全明星运动会史上最强的拔河队就此诞生。说真的，我们蛮有把握的，因为从训练上我就知道我们已经是半个拔河队的品了，你完全不会任何担心他们会出什么错误。今天是我们10个人第一次全体一起下山，我已经喊到人神了，很感动，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记住今天的感觉，
记住彼此都是彼此的伙伴，我的人生很棒，真的。耶！还是要水，收藏。哎，同学，大家辛苦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听到连一只蝎子都没有了，哪有这么屌的？对，对不对？就他一个，就他整个 hold 住，他完全顶住，他完全真的是顶住，他把蝎子的皮都钉在地上。这鞋子很贵吗？我房费都快交不出来了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兄弟，我们处理出来。哇，红队的力量直接，我的脚禁不住，鞋子就是被吞进去的感觉。我想要跟那个拔河队的教练跟学生们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个鞋子是红队用的。哇，他们真的蛮厉害的，我觉得他们从练习的时候我就知道说。动作太标准了，就是他们其实我相信他们在拔河这个项目里面是做了很大的功夫，然后下了很多的苦心在做这个练习，然后他们动作就是太一致了，力量太强了，对啊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我不相信你们这么强，我跟你单挑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行不行，硬勾跟我一定会被的。我打跑。你好野的。我们看几秒，有没有三秒？有。五秒。最快是五秒，对，我会记得的。